老公，嗯，问你个问题啊。啥呀？如果我喜欢别人怎么办？那就喜欢呗。啊？咱们平常生活中肯定会遇到不一样的，对吧？嗯。所以呢，你碰到一个长得比我帅、比我有钱、性格比我好、还有腹肌的男孩，啊，有腹肌喜欢，这个行，我喜欢。有肯定会出现这种人，对吧？你也肯定会心动的呀，我觉得很正常，这都是人之常情。你如果觉得他给你带来的生活比我现在给你带来的生活要更好的话，你可以选择他。当你选择他之后啊，你也不要跟我有任何隐瞒，你都直说啊，你就说啊，他现在就是我觉得跟他更开心一点啊，那你选择他我就没有什么遗憾的地方了，就是希望你更好的吧。但是前提条件就是陈丹瑶，你一定要确定他能给你带来的生活是更好的生活，也是你更想要的生活，明白吗？那还会跟别人在一起吗？不是，你说了这么多，你也遇到比我更好的人怎么办？如果是你还选择我的话啊，我就不会选择别人，我肯定也会对别人心动。你对谁心动啊？就打比方，那主要我觉得就是责任感这个东西大于心动。我是不会对别人心动。不信的。我不会跟别人心动的，那比你帅的呀，关键是。你这话说的。咋的？一点毛病没有啊。